4月10号，章子怡和汪峰在北京为自己的女儿举办百日宴，娱乐圈一众好友纷前来捧场，所有其女儿醒醒的成长照也随之曝光，其中不乏几张与母亲章子怡互动的照片，醒醒小脸圆圆，在章子怡的怀里咬手指，模样十分可爱。近日，汪峰全球歌迷会通过微博爆醒醒从出生至100天成长视频，视频中小星星出生时一双粉嫩的小手紧紧握住父母的手，然后汪峰带他出院，并记录醒醒体重、小脚丫等等一系列身体的变化，以及满月、过年、元宵节到爸爸妈妈带他回国，汪峰将醒醒抱在怀里，教他弹钢琴，带他晒太阳，一家人开心幸福，画面十分的温馨幸福，令人羡慕。章子怡首次揭秘醒醒名字的由来，因为是母乳喂养，我每天每隔2-3个小时都要喂奶，每次喂奶小家伙都睡得特别香，每次都叫醒醒啊醒醒，就觉得醒醒这个名字特别好。누가뭐래도